哎，这没 A 着，我天哪！加什么血呀？积木啥意思？积木是啥意思呢？积木，积木挺狂啊！两瓶药全没了，还可以啊。一血一过来接拉皮，打不了减速瓶呢。拉皮，这怎么三杠八了呢？那怎么死那么快呀？我操！那五分钟死八个人，能不能慢点死啊？一人死两把，你们能慢点死不？死咋那么快呢？那么会死呢？任何事情都要一分为二，有你才有。人人有自己的位置，忘乎所以就危险。专家的标志就是精确，他们的错误会导致他们的毁灭。是我只有懦夫才会逃跑。真是个傻逼，满脸汗，我操，真傻逼。啥也没干就算了啊，还让人给换了。给我上去杀鸡吗？天口等着交闪。真他妈能送啊！我操！我即是解决方案。别死！哎呦！不拘小节，最终会坏大事。我来抓你！我怎么回家了？技能哗哗一顿甩。哎，我的这个技能为什么空了？我靠，我这个预选空掉了。这把估计够呛，不太好赢，啥路全爆了，没一个能稳得住点人啊。爆得太快了，妈十二分钟没咋地呢，总路要没了，下路也没了。
一个傻的，两个傻的，三个傻的，这都可以接受，这四个全傻的，这就有点难搞了。中下外塔全掉，加上二塔全没。没有峡谷先锋，他妈16分钟高地掉了，你看这。打人机，我操！人机推的都没这快。现在蜘蛛加瑞文两个人我打不过，我只能打一个。能守住？你他妈干啥来了？整个破逼鸡毛，还能给我治盲？哎，真恶心。打大龙去，不是受伤了，不是了，回去整顿一下。勾他干啥呀？他有钉啊！
我操，就别往上冲啊！啊！往后点，往后点。都是偷家呢，他好像偷不掉，我感觉他偷不掉。推下了，我这钉是不是有点多余？能把这龙抢回来，就是我们家主人。减速。杀他，杀他，然后一波。还是没救下来。一波。剩两个人，三个积木。三个女枪，这都没啥用。哎，没过去，说明没有人那边。谎言不会伤人，真相才是快刀。这积木贼他妈烦，这个字盲。哎，拆下吧，好像拆不掉，算了。他们不敢打啊，减速减大，快速先走，不着急，减速，这也行，我操，剑圣偷家去了，剑圣给我拆，剑圣。这么难，这半天才掉一个呀。算了，别拆了，拆不掉了，好好。就他妈把我了，我感觉我五杀了，剑圣走一波吧，让剑圣给我拿了个人头，我靠，这都能赢啊，我是没想到啊。